他说当地的驴特别有特点。下来，硬了，下来，硬了。大哥，这驴踢人吗？这个，这不是还叼狗尾巴草，还这么帅，这个驴。听话，哎呀，拽不动的，哎呀，600斤拽不动，还太犟了，太犟了啊！哎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这个倔驴倔驴了。你越拽它，它越不走。这身体很抗拒，但是嘴在吃我递的这个东西，拽我，它拽我，等会儿它拽我。我们这里这个驴啊，它是一个无头驴，全身黢黑，没有一点杂毛。它这个肉啊，也有比一般的驴的肉要好吃的多，好吃的多。它的肉质也非常的紧实。无地驴从外貌划分，有三粉驴和乌头驴两大类，驴的全身都是毛，驴皮可以做阿胶，驴肉香嫩筋道，它的纤维比牛肉细，吃起来没有猪肉的肥腻感，也没有羊肉的膻味。在吴地，驴肉是绝对的明星食材，驴肉锅贴、驴肉水饺、红烧驴肉、卤驴肉等等，都是当地人喜欢的美食。